有巴士、地铁、汽车的年代，人们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呢？答对了，是人力车。人力车是在1880年从上海引进新加坡的。当时新加坡的街道是什么样的情景呢？跟我一起去看看。 人力车出现之后，因为价格非常实惠，每半英里只收费3分钱，坐起来也很舒服，所以成了人们最喜爱的交通工具。为了管理，早在1888年，市政委员会就在美芝路一带成立了人力车部门，专门处理注册执照、统一车费和控制人力车数量等工作。哇，还要注册车牌啊！不过那个时候。 应该没有西欧吧？人力车的数量不断增加，从1883年的2000辆增加到1902年的22629辆，短20年增加了11倍。人力车部门因此需要一个更大的办事处，于是就在1903年在 Maxwell Road 和 New Road 交界口新建了这一栋建筑作为总部。 根据记录，那个时候的人力车夫一天可以赚1块钱，扣除了租车费的4毛钱后，剩下6毛钱，过生活其实很充足。可惜的是，当时有很多人力车夫都有鸦片瘾，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花在鸦片上了。人力车夫之间也常因为籍贯和帮派的分别而发生了冲突。二战结束之后，人力车被3轮车取代。 逐渐走入了历史，这栋人力车总部建筑物呢，也改为其他的用途。大半个世纪以来，这里曾经是酒廊、餐馆、KTV 和办公楼等等。啊？咦，阿公的日记里还提过，离这里不远的珍珠山上是旧警察总部。不过，为什么以前的警察总部会建在山上？ 行动的时候不是很不方便吗？哇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高楼大厦，站在山上还可以俯瞰整个牛车水。原来这里的地理位置这么好啊！牛车水一带也是私会党派聚集、犯罪率非常高的地方。那你有什么高招可以降低犯罪率呢？我们需要更好的设施来装备警察部队。 那就在珍珠山修建上下军营吧。最初，上下军营是锡克教特遣队的住所。战后，锡克教特遣队的解散，无线电部门在1948年搬进了下军营，把顶楼改造成为了无线电控制室，负责警察部队的所有通讯。Upper Barracks 就是那个无线电中心，它是一个新加坡警方讯息的枢纽。 也是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nerve center。那么至于警察总部呢，最高的领导在那里办事，所以也算是这个一个警察总部的一个首脑。很多决策、很多计划都是从那边做出来的。那么 Lower Barracks 呢，它是行政，不过除行政以外，就是无线电通讯中心的那一个部门。 它有很多巡逻车，全新加坡的这个巡逻车的派出去，就是从这里派出的。70年代，到80年代，新加坡的治安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好。我们那个时候，常常有私会党的打斗的事件、抢劫的事件，偶尔也有。 绑票的事件。1950年、1960年代政治动乱，为了解决内乱，警察部队和军队合作，在这里设立了联合行动总部，在打击罪犯和协调各种行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一直到2001年，上下军营先后被不同政府部门使用。到了2008年，这里就被列为保护建筑，现在是艺术家和咖啡馆的聚集地。 哎，这是什么照片？1961年，河水山如果想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，记得按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，下一集自有分晓。别忘了 like、follow and subscribe 哦。